都这么多年了，还要我教你吗？我知道公司最近有很多传闻，闹得大家人心惶惶。这些问题就交给我来处理，我们加油开干吧。嗯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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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my god！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，太正了，而且你们看这个粉质，我的妈呀，超细腻，超棒，一点都不会飞粉，而且上色度也超好，超棒，一层日常，两层 party， 三层就可以手撕那些妖艳小贱货了，好吗？我英叔这两年是开挂了吗？旗下彩妆品牌 UG， 我的妈啊，太好了吧，幸亏我们公司拿下了他的代理，要不然可就错过了呢。哎呀，等着，你们不要着急，等我一会儿一个个给你们试。今天的直播手动延长，不试完我不会罢休的。一会儿还会用 UG 打造全妆哦，不要走开。我有一份很重要的资料落在工厂的会议室了，麦克应该还在，你去帮我拿一下。哦，那我现在就去啊。嗯。哎呀妈，可累死老娘了，终于直播完了。干杯！我跟你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这行业，直男就意味着审美不好，所以啊，我一直在装娘。我真不想装了，装的我是真的是累。我不也是在装吗？哎，我老公出轨，小三是个职场精英，分分钟把我秒成渣渣。但是我不服气，我逞强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立马离婚，净身出户买自由，那就一个痛快。哎，但是。我还不是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我知道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说，我其实打一开始一直觉得你是靠男人上位。我跟你说，其实我根本就不是靠什么男人上位，我是靠女人。嗯，我最好的闺蜜，她是会议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呢。他就是怕我被你们这些人欺负，所以说假装我有后台的样子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。哇，你行啊，令寻寻，男女通杀呀，人格魅力杠杠的。哎呀，我挺喜欢你这种姑娘。嗯，真是不做作。嗯，不过呀，我就想靠自己的能力要回我儿子。哎，我已经一个多月没见他了。儿子？哦，我的宠物。你刚才不是说儿子吗？没有，我儿子是我宠物。行了，虚伪的面具都摘下来了，干嘛又给他戴上啊？刚才看到你那个样子，我都心疼了。你现在这样子是同事呢，还是姐妹啊？爱谁谁。我跟你说，打今儿起，咱们俩算是交换秘密了。
别跟我装，想哭就哭，想骂就骂。嗯，我陪着你。行，骂他，骂他，骂他，现在就骂他，骂。程立，你个王八蛋！刘学学，刘学学。嗯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。居然敢不接我电话！出大门口去吧。程立，程立，你快开门啊！程立，程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物业。程立，程立，你这个大坏蛋！你们小两口吵架也不能让一个女人在外面叫啊！好几户邻居都投诉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了嘛，好好对老婆。嗯，你别碰我，你别。